吹不完的龙门阵是烫不完的火锅，绕不完的立交桥是爬不完的陡坡。有网友想看重庆，今天我来了。重庆的味道辣得不得了，佐料里的乾坤还有多少你不知道。这里是观音桥，堪比选秀现场，美女如云。俗话说重庆妹儿一回头，长江之水东倒流。亚洲最长的皇冠大扶梯，全长112米，往上看魔性，往下看刺激。站在南山一棵树，就可以鸟瞰重庆的两江四岸，那真是洪崖山上立，索道似云梯，渡轮过霜降，裸眼看八地。解放碑，重庆人的精神堡垒，更是美食的天堂。串串香花样百变，酥麻花甜过初恋，江湖菜那也是必须的。而最舒服的是重庆小面，不白了。当然火锅还是硬菜，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重庆九宫格火锅，四周小火慢炖，中间热油翻滚。正所谓红油虐我千百遍，不爱毛肚如初恋。服务员，这个牛肉很辣吧？哎呀，那个是微辣。微辣。关注我，为重庆人民点赞。